这我多了，过来过来过来，都是鹿角菌。听说有鹿角菌的地方，就是下面已经大火。把下面关一点。下了，下大雨了。通了，通了吗？通了吗？通了吗？这里有一个了，通了，有一个了，通了。哇！说通就通，说小就小，漂亮。这个，这个，这个，这个啊，漂亮吗？哈哈！挖到了一小半，我们已经拿了一个乌林针出来了。然后下着雨，很大的雨，我们全部躲在这里。这火太小了，我躲了一个。雨太大了，雨太大了。杨哥又说想把它弄出来之后就回去了。那里通了，然后我们这里已经拿出了一个乌林针出来了。对，对于我们来说，看到了希望，我们是不会放弃的，见吗？肯定是还有的，这种。咦，这个亏多，很可惜，这些都是往年的，这么大的全部空了。嗯，有点粉了。嗯，来，我看一下手机，用手机打灯进去看一下。像这一窝我们挖的中途下了很大的雨，我们一边下雨一边挖，后面都全部挖出来了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、六个。七八九十一二三十五，十六个，大大小小有十六个。